兄弟姐妹，开饭了啊！今天吃酱肘子，还有一只烧鸡。把这只烧鸡给我爸给我妈吃，好吧？来，然后咱们吃酱肘子，先交给，交给。然后咱们开捞。哇塞，家人们，吃是一门学问，吃是一种文化，吃是一门艺术。你能吃遍全中国，就能名扬全世界。你能吃遍全世界，就能青丝留名5000年。小张的吃功还不够，以后还要继续练。希望家人支持点赞，谢谢大家。太烫了。哇塞！太烫了，兄弟。哇！
感谢观看。